位早安，今天是我的环岛第四天，那现在是8:30左右，今天睡得比较晚，我现在要骑摩托车去市区吃东西，那就跟我一起走吧。我现在要吃土托鱼羹面，那现在就跟我进去吧。我想要吃羹面。谢谢阿姨。那个汤头很甜，然后非常的浓郁。去看看它的那个。炸得好酥脆啊，它口感很好哎。分量很多，好像有到6个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然后刚刚我吃掉2个，所以他们有6个。它的汤头真的好好喝，它这个勾芡勾的刚刚好，然后不会太水，也不会太黏，它的面。给的分量也超级足。中屯发电园区了，那前往下一个地方喽。如果大家来到这边呢，不要只有待在凉亭，可以走上来，其实不会走太久。我觉得走上来看到的海更辽阔，可以近距离跟风车拍照。哎，它现在退潮了。就前往下一个景点咯，那我们下一个景点见，拜拜。不会。对。这样多少？哎，那个皮要拿出来的，跟那狗一样的。干毛刺，你把它，干哪朝你吹的吼，你跟红毛狗一样啊。怎么有籽啊？有籽啊。有籽。哎，王先生，
哦，好，谢谢谢谢，这样子，好 ，OK。现在要结束红梁古龙的行程了，那我们就前往下一个景点喽 ，Let's go！